啊，我们终于到了这个小镇，然后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，我都快睡着了，我都快。是一个散步的好地方，风景很漂亮，其实有很多建筑。天哪，这位女士也太高了吧，比浩主高，好尴尬。她肯定有1.8米。1.8米，哦。不过这个地方，它的这些秋天到了，落叶落下来的景色还是蛮好看的。对，很有感觉。比如说这里。人更美，哈哈。我都走热了，这个衣服真的太保暖了。哇，那个叶子飘的真的太好漂亮了。秋叶秋秋天的叶子，这是猪吗？这个风景真的很漂亮，大家有时间可以来这里逛一下，而且人很少哦，可以尽情的拍照。这里对，拍照圣地，完全没有带进任何的尴尬，想怎么拍就怎么拍。太帅了，大哥，这车你的啊？坐吗？坐。